接下来已经不知道去哪里。对啊，反正我们直接求救卡。求救是要移动吗？还是要换东西？我觉得移动比较重要一点。我们先找个人住附近的，看能不能把我们移到信义区怎么样？就我的家人三个姐姐不可能开车载我的，你姐姐行不行？他不会，我姐很久没跟我讲话。你们的这几个弟弟是怎么回事啊？就废啊！东西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可不可以打给我爸，叫我爸起来接载我们？哎呦，你要打给谁？打给我爸。你爸是谁？爸雨天啊，爸。确认一下。喂，爸。那个小李叔今天有空吗？小李是吧？对啊。在家里啊，干嘛？他在家里哦。我们家。你可以叫他到内湖来载我吗？你今天要用到车吗？你内湖要干嘛啦？就载我去一个地方，载我们去一个地方，很重要的，很重要的，可以吗？现在吗？可是他现在到那个荣总去送礼耶。啊？这样的就过去好不好？好，谢谢爸，爱你哦。哎，我爸直接已经挂。虽然他司机愿意给我，可是他直接挂我电话。故意外。感觉那对面那个一直在看我们店。好，我们直接杀过去了。哇！欢迎，狗这么漂亮啊！你家有养狗吗？两只腊肠。可以，你看腊肠狗，对，可以吧？如果他不喜欢这样躺，可以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立起来！想说你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交换？我觉得他好像有一点想换呢，行动。我觉得你们等一下要不要再吹一点力？我先用美色，我们先用美色来诱惑他。他用盯，你看他眼神，你觉得他帅不帅？蛮帅的。你今天这样吧，我今天。9:30，他如果9:30来这边接你，你愿意吗？气氛吗？我有约了，不好意思，我有约。拜拜。那我还是加一下 IG。不太方便了。不太方便吗？真的，这个打击真的蛮大的，对我来说，因为这是人生第一次被这样子。哎呦哇！真的是，你是不是很少被拒绝的这样？超级少啊！我刚刚这样被打击，他长这样怎么会被拒绝？刚刚被打击真蛮难过的。没事，你会找到更好的，没事的。走。我跟你讲，你问就是50-50，你不问就什么都没有。我以为是100嘛，没有，不要，没有100这种东西，就是50-50。哥过来了，哥经验多，经验很多。怎么称呼？小英叔叔。他跟我爸大概16年了。叔叔，我想问个问题，强权很常跟你求救吗？比较少啦。你看，他回他家。他要再去。他照片，老狗了。